到一桌。好，各位先请坐。请坐下。
一心一切心，心用大事，不停消得，透过中日发空，心中不受诸念，卡数法印自清国王，将不可敌，归我地主。那么后边应该都有一章嘛吼，那今仔日咱讲到这时阵呢，我再过来甲咱老顾客边同咱再过来分享。那么当然，离咱头一章就是咱这一段呢，先知先祖先灵经万法时代万法在主人心中就见一切人物之故乡，尽该住下。五月摩诃，您请来五月摩诃。其实摩诃帕遮婆罗毗，当然大地为道理，然后咱头前学着嘛，吼、哦。那么各位姐妹，为什么咱要学这讲摩诃帕遮婆罗毗？但是伫咱中国话改翻作是大地为道理，干第几页吼？哦，出言大地为道理，干就是七十四页。那么各位姐妹，为什么咱今日要学习这个经典？就是要开启着咱的智慧。但是咱的智慧本自不足，为什么还要透过研究才来开启着咱的智慧呢？因为咱众生，人讲咱众念重生，成为众生了后，咱的自性被咱的色心所来污蔑，所以咱失去了呢，咱的真自性。啊，拢以色心行事哦，生一个悲人，就是众生。那么这一年内底，互我做一体会，啊，就是讲大地会要倒地干，法界菩提心，哎，摩诃法界菩提心，就是大地会倒地干哦。伊按头前七十四页咧，甲你解说。那么各位姐妹，咱开天地会要做啥物？就是要地。苦海的主角，才叫做苦海，叫做这个原点是苦海，不甲咱讲是苦海，这叫做主角，对不对？但是嘞，咱会经过这个苦海的无明，是不是咱有足济悲欢随意要修共通？不注意的代志，十之八九，十项内底有八九嘛不注意，哪一项注意的？但是咱拢甲上注意的。健康工作会议，那么这个风流就是咱人生苦海的地方流，咱要达到彼岸，要到彼岸，啊，就是要有法度真正了脱生死轮回。那么各位姐妹，咱今日来体会哦。如果讲这个彼岸是极乐嘛，就是要得到极乐的这个永恒的快乐、永恒慧命。那么如果讲咱来修好了六十年哦，真侪经过这应该要修六十年啊。啊，修六十年到最后一口气离开了这个家庭的时阵，咱只要达到彼岸，安尼，我曾经看过一本册啦吼，伊讲安尼无简单。重点是啥物所在？就是讲咱伫修道的过程内底，咱真正有法度来把握当下，到彼岸，当下就爱到彼岸哦，各位姐妹。就是咱会当起来自由，等下咱的课文内底要甲咱分享。因此，我咱了解讲，咱今学经典，就是要增强着咱的根气。因咱不离经典，就是要增强咱的根气。那么，咱根气对对啦，咱的根气是对谁修来？我拢安尼想，咱今日咱求道，进入佛堂来修行学道，咱的根气真好。天气阻着佛堂三缘苦逼，无法即届呢，咱去泉州，啊，因为咱即摆有开放的迄个永春一个平湖所在，迄、那个平湖毋是咱台湾的平湖，是即个澎湖永春的离心乡，那叫澎湖村，啊是真正有够，迄吼开到点外钟的路，啊爬上山顶，搭到落上。落到因个因个即个村庄个时阵呢，真正路够细条，两台车若要相闪是无细意个，就挂落来。我哈吼，上面到底爱想分享是，我讲爱甲大炸去，甲咱个大炸，吼，毋通甲无甲大炸去，计会下破蛋。哦，我听阿公阿祖吼，伊经过，伊
过一次啊，因去过两次，所以有备而来，有啥会惊？吼，我是足惊，我安尼丢掉掉。人讲剩足济吼，安尼丢掉掉，其实人挂了，规台拢挂了。那么，伫即个姻缘内底讲吼，啊，静静个坐的时阵哦，爱到大声，我较无爱啦。哦，因为伊要请假吼，啊，咱爱上迄台车吼，分听个那个讲话讲，俗车就是无好，俗钱买无好车啦。因此呢，较无得，啊，佫坐人七个吼，佫即加重的吼，就去请袂使个，何况拢出现讲，啊，爬到山顶去倒落落来，看袂安怎吼。啊，所以呢，伫即个姻缘内底，咱去因为伊个是一个，迄免惊人，你啊姻缘无派出所，无甲看好派出所也无公安吼。所以咱第二次讲，讲即台个，咱顶看要好无大声，你要去招人来拜拜吼，好无大声袂去，伊无人会讲安尼个俩吼。咱伫个设立基础的。那么呢，发安尼感受。今朝我就要带伊来求得，要来拜拜，要来祈福开智慧吼。即届呢，我特别安，那边来就叫等于，边来就叫等于，无机会。伊做的会员，全家拢袂当来去。但是呢，咱有一个阿嬷呢，哦，拄我要开始拜拜，两个阿孙呢，拄我要来找阿嬷，哦，毋知是伊打电话讲家己，还是拄我要来找阿嬷，我无清楚。安尼来，拄我好人要开始拜，马上挂号写表文，伊表文来求得，搁拜到有够欢喜的吼。所以讲，各位亲戚，咱拢欲知情世已，今生受食是欲知来世果，今生作食是。那么咱今日要成就咱的根基，就是要为咱的后出世来搁来打拼。即世修好善，当然咱的祖师爷甲咱讲。并着耶稣主台湾的，咱出世修即世行。但是各位亲戚，咱勿抱足大希望，咱会当讲即世认真来修学，因公立地，咱人间真正搁当修完再来，为咱的后出世搁再来铺着咱真正有法度的根基深厚，来搁再来修法，来因公立地吼。所以呢，因此乎我伫遮体会讲，大智慧要倒时间，本来就不足。那么咱今日摩诃法界波罗蜜要靠着大智慧得彼岸。那么各位亲戚，大智慧是啥物？这是法界嘛吼，伫印度话伊个环境叫做法界。那么咱中国话，中国甘愿做大智慧得彼岸。哇，伊早拢有疑惑啦吼，所以我即家己就请教阮洪庆贤领论。哦，伊有做到，因为咱电视共款，伊以前电视也袂用，我着来请教。我讲，我想讲，阮助理甲我讲吼，应该是国家迄家，所以我着研究迄家。我着到遮时，我着甲伊问，伊甲我讲，安尼啊，你嘛，你学遮久也毋知代志为着啥物？哎呀，毋知呢，请你啊，从自卑开始者。伊甲我讲，代志为着是咱个清净心，清净污染个本体。多谢谢，伊安讲到啊，吼有咧，吼吼，因为咧，咱本来有一个妙智慧，伊是清净无染，吼、哦，何其自性，本自具足，本不生灭，本无动摇，本自清净，明心万法，哦，伊这语言内底，互人体会着讲，咱今日怎啊要学的，前一段哦，咱学到前一段，到上后壁，就是。病人靠说地家心灵，康心就着必无所思。而且前一段伊讲的呢，啊，就是咧讲判断一切执着，显明性空的一体。所以讲一个，咱今日学这法界品哦，咱毋是咧学欲做智慧呢，诶，智慧是伊的，咱爱去转化为咱家己的智慧，所以如何靠着咱的。咱个大智慧哦，真正有法度升到极乐个平等，当下个解脱，毋是后壁长年才解脱，绝对毋是。吼，较看着迄本诶，咱星云法师吼，伊有《六祖坛经》个诶，即个解释吼，啊，伊吼较早变成接福报，所以吼较有上一套四本诶，即个《六祖坛经》个解释。那么一个上师所甲咱慈悲个，就是讲，咱个修行学道，毋是讲修到最后一口气才涅槃，才达到圆满，安尼咱拢无解脱，哦，达不到那个报酬率个。
对啦。啊，就是讲咱今日生命学的过程内底，咱会当伫即个修道，或者人生生活内底，会咱带到当下的解脱。就是你拄着代志的时阵，你有法度通转世修定，这个、大事真正有价值。啊，若无吼，啊，甲咱百岁以后，搭来得到吼，当下的解脱哦，已经无够迄个报酬率啦，吼，无够迄个报酬率。那么当然，伫遮佛学要来甲咱分享，就是讲，伊前面讲的，就是咱个。甲咱分享就是咱个性空的立体，那么但是这是一个体，等下后壁要甲咱慈悲开始就是用，哦，后壁即一段伊就要开始叫咱安怎用安怎用啊。咱普通咧学道理、学经典，拢是体用一组的物件，咱一定爱变体，才有法度大用。每一部经典拢是共款吼，像咱电视咧讲《金刚经》，伊是讲到后壁就是要开始修行啦，性戒行净。那么伫遮伊《药师观经》甲咱讲到这法界了后，后壁要甲咱如何去用，吼，如何去用。所以呢，伫这一段呢，伊讲显意识吼，当然这显意识就是就像咱前无咱各位先生共款，心量广大，遍周法界。那么这个心量呢，因为它是照料不得它，哦，照料了后所照料的这个实情的这个心量。那么各位前线，哦，我们的心量有多大，不是我们自己说尊神，哦，也不是别的前线跟我们说尊神，因为我们的心量有多大，我们自己体质一定要经过咱家己的体质，你才有法度知影讲你的心量有偌大。你是羊肠小径，还是迄落肚里能撑船的心量？咱家己够有法度去体质，因为佛法嘛无界啊，但是归静耐力。因此，咱伫学经典、学佛法、学道理的过程内底，咱一定透过佛学、吼神书、心闻。明辨独行的五步功夫，咱家体证了后，咱才知影讲哦，原来过去圣人所讲的话，伊是绝对的这个真理哦。这是咱爱去体会，所以伊正伊讲咱的修量，那么修量伊正就是咱的妙智慧，咱的法界智哦，伊是咱遍周法界。那么遍周法界，也就是讲真虚空遍法界。啊，佛学呢，伫遮着甲体会，要安怎去形容真虚空变化界？其实各位前贤，伫遮咱会当用一句讲，欢乐即菩提，而且一念来甲伊做一个体证，能讲不坚一事，你就不长一智。哦，啊，就是讲你今拄着一个一念的时阵，你心量有偌大，还是你容不了一粒细沙？其实这靠咱家己去体证，啊，普通啊，大部分啊，咱为何会？因为咱拢是心为众生啊，咱拢是羊肠小径，哦，啊，佛法伊讲啊，就听阮去年年年在底下咧度一个四川姑娘，哦，啊，迄个四川姑娘讲伊做研究，哎，传统文化，啊，伊就那咧讲着迄十二生肖啊，啊，咱娘娘就甲讲，你敢知影十二生肖？为什么伊身为动物，咱是万物之灵？哦，伊讲我唔知道。我来讲到这羊啊，咱有生肖吗？四五百块钱全买羊，高低高低。哦，这内底拢欠缺咱人类呢的一项的器官。啊，为啥讲羊肠？听讲羊啊无肠啊。哦，咁是安尼，我唔知道。因为你阿姨安尼讲，啊，我就讲，啊，为啥叫羊肠小径？原来呢，讲羊啊无小。羊啊，无小肠，毋是无肠啊，无小肠。那么而且伊讲心量广大，也，啊，就是讲过去咱不得伊成佛了后如来实证的这个心量，而且伊是伫一切的所缘甲因缘，就是无自相无执着。即咱普遍的思想先讲，所缘甲因缘。但是咱一定爱能所了，能所了望，
对不对？就是袂使执着，有妄想，有自相。哦，安尼的时阵呢，阿表才来讲，用即了了分明。哦，伫你实践的功夫的时阵呢，才有法通了了分明，应用遍离一切。目前前咱如果建议我要学习，值得素材，比如讲阿老师，哦，像咱私人教育班有教啥物教？素肉手，然后素肉照，啊，亲像我这个查某囝吼，竟然我那是四年教育班、西米班的烹饪老师，我怕拍他老公，我讲你爱教烹饪，啊，为什么叫你去教烹饪？是拢无多钱啊？叫你这老师去咧教烹饪，真正教烹饪啊，啊，教素肉照，啊，不啦行菜呢，那这什么五味酱、什么酱啊嘞？各位浅显。素肉照，老师来教教，哦，爱人乡村，爱人火腿，爱人什么什么什么，人不得七八项。咱回来刚爱实践，你来实践试做看卖啊！你若会做一摆，哦，口味啦，还是啥物，我都像老师要教，但是八九不离十，哦，啊，就是讲你真正去体验了，你才有法度了了分明。那么你家心中讲在咱的鸟地位。嘛是爱体证了，咱才有法通了了分明讲，原来咱有拄着了妙地位，有法度通转世修地，这是佛法一个体会。因为你应用了后，你才有法度通知影一切。那么伫遮呢，咱玉祖明祖师，伊搁套着咱过去佛法内底的这个一句话。就是因缘所生法，其实一切世间法色受想行识，形形色色的物件，拢是因缘所生法。何况呢，上基础呢，无法去体会。为什么咱的前辈才时常讲因缘？各位先生，其实吼，咱道理真正爱听做侪遍，才有法去体会。一切世间法拢是因缘所生法，你有做这个因，但是你一定要拄着这个因。你如果若无拄着这个缘呢，你无法度通产生了一切的这世间法。所以咱过去所做的因，你会拄着缘。啊，我着无爱戴这个奖金包，为什么我连连戴戴这个缘，爱生出所生一切的世间法呢？因此咱讲佛陀来讲因缘所生法。延伸到咱六祖原作，所以讲一切即个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个一即一切，各位听见？其实即句话咱是常听，但是咱讲这笼统解带过，唔知啥物意思。哦，因为心量广大，遍处法界，就是因。哦，一即一切，独立自性妙地位所生出来，你会当知影一切。哦，但是一本上万事万事，各位归一本。一切都即个，拢是咱的自性所生出来，万法由心所生。但是为什么所变？为色所变，是咱的色心起作用。哦，互咱清净的本体受力量了后，咱才做了真济罪恶错。哦，啊，无那咱清净的本体，咱是变成佛界面前的，会当心量广大，会当起来自由。出来这一书记就不理，就会当从心里用心就行，如此的一个心境哦，而且嘞身体无敌，伫个体也好，伫个心起作用也好，伊拢无敌干哦，拢无敌干，即是法界哦，即就是妙智慧。那么而且为什么要讲妙智慧？当然法界就是智慧哦，大智慧。那么你这为什么在讲妙智慧加一个妙呢？因为人讲智，那个世文初世离现妙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初离就好讲，哦，像咱特别讲因果就好讲的呢。各位姐，现在一再前几节好拢听因果，因果故事就好讲，那叫做一般的初离。啊，来世离呢，就爱详细讲，对不对？细理就爱详细讲嘛，就搁咱讲，咱咧讲道义的时阵啊，啊，咱用一句经典来引证，咱一定爱甲
的这部经典上细个，来个印证伊咱修办的过程内底，要如何以经典的原则为准则，来上细个。啊，那比例咧就足歹讲啊，粗细比哦。啊，来来到偏理咧，哦，啊，佮有法度人讲，亲像咱电视咧讲金光金哦，会使讲，哦，迄三 D 倒写吼，啥物咧？哎，曾树林，几位曾树林，啊，不啥物，就是曾树林。哦，这好憨哦，拢听到，读到拢懵伊吼。但是呢，还可以讲，但是到了苗栗就无可算，因厝了拢加一个苗。但是德本无形无相，言语德端修行自别，可是一定要透过言语文字，才有法度人签到。这是咱爱去家己体会，因厝了今仔爱研究见解。啊无德本无形，哦，德本无德，但是因为咱签用文字言语来签用咱这个德的修行了后，才知影讲原来咱有一个真如自性，哦，才有法度人现实。若讲法本无法。咱佛陀伊讲经四十九年留下三宗十二部经典，可是你若讲伊讲法讲咱部分，但是呢，各位姐姐，咱学这个法门，就是要来引咱的心，来回顾反照，讲每咱的心的源头，咱的心量是对还是唔对？是合乎佛的正理正见，还是拢合乎众生的邪见邪见？咱一定要做一个来体证体会，所以呢，而且妙智慧呢，也就是为遮来，吼、哦，为遮来不可算的妙智慧。但是伊有法度人变修法界，方知即物妙法，完成即退种无边，吼、哦，伊就是有即种的感悟。因此呢，而且甲咱讲解，这叫做法界。但是法界妙智慧，你要去体证，你才有法度人去了解。这是咱一定要去知影的一个原则，吼，伊的一个原则。啊，若无，咱拢是听听的，啊，咧妙智慧，就咧妙智慧，唔知影要安怎去做，吼、哦。因此，一定要知行合一，叫我都知行合一。这一段伊大概伊的意思呢，就是伫这所在，因为呢，修养功德一定无包含着妄想执着分别的习性。即我当心量讲大，比如讲，我来做一个分享哦。我哈因为咱泰国哦，西丘呢有一个罗小姐，就是陈先生的囝，即摆伫岛内到处要读读英语，即摆要继续过咱台湾读，但是福伦社伊无法度来支持，迄落搁第二年的费用，伊第二年的家己读就对啦吼。因为呢，即、这个。陈志川哦，就是这龙龙的，伊要伫台湾学中文，因为二十一世纪是咱中国人的世纪，所以伊要学中文哦。伊讲伊要学四国语言啊，英文、泰语、中文都要学，西班牙文。那么好下面，泰国的那台湾的来，帮忙高中，好爱做一些监护人的对啦吼。好下安尼想，好下先生甲我讲。啊！你来去一座台庙吼，就甲我带一个泰国后生的泰国的儿子，因为伊要读高中，就是伫阮囝婿甲慧宇已经读好读。啊，咱陈慧宇吼，就是阮囝婿。我有叫伊讲出国进前的，吼，要出国进前有交代咱罗坛主爱联络陈慧宇老师，伊慧宇他年资较深吼，伊较资深。问伊呢，伊甲咱头边些教务处那个熟。啊，慧宇呢，伊是专任的。老师呢，伊无做过啥物教学组长，啥物啥物，所以他们伊遐的人脉较袂遐熟，所以就直接找桂林的。我囝婿伊刚甲我传来，妈妈，你多一个泰国的儿子，我还多一个泰国儿子，要我惊死啊！我去泰国，到尾了娶一个儿子的，原来我爱做个监护的。那么呢，我倒来了后，我就甲我先生，爱先甲江明宝先生参考一下吼。因为呢，咱唔知影这个囡仔伊的来龙去脉，只是伊的一面之缘的呀。我哈唔知影伊这个囡仔品行好来歹，因为是咱泰国西丘一个罗小姐的后生。啊，当系啊，我哈就讲江南子吼，安尼参考。伊讲吼，啊，你敢了解伊啊？我讲无啊，去过两届面、三届面尔，前届去北中报去看校吼，的环境，看伊敢要读来唔读，啊，
来搁一两届，甲昨第三届，下拜二第三届，昨第四届吼，昨叫搬物件，甲伊兜人所有物件拢搬来去阮兜吼。那么伫即个医院内底，迄干部员伊伫遮爱读四年，一年都是一个爱搁读高一、高二、高三，我爱读四年吼，我拢爱做伊个监护，因为咧，迄个啥物 ASA 吼。台迄落台北个公司，我讲啊，你做伊监护人哦，伊有啥物差错吼，我拢会催你呢。你是伊个监护人，就是伊个妈妈。我啊，好势啊！我讲是是是。那么伫这医院个过程内底，互我搁加工搁读着遮个时阵，我讲哦，啊，即个签过吼，哦，所以呢，互我签了后吼，即、這个老农伫阮兜食饭，迄、那个老农伊遐食饭吼，我着甲伊。工作侪道理互伊听，伊讲吼，江妈妈，我懂啦，你放心啦，我会很乖的啦，我不会让你担心的。我讲吼，江妈妈这拢甲你录音起来吼，录伫我的 IC 盘内底。你若无法互江妈妈操心吼，江妈妈是啥物？爱的教育啊，提的纪律吼，你当你问迄两个老师，看吼江妈妈有歹人吼。伊讲，伊妈妈伊泰国妈妈打电话给我讲。没关系啦，他如果不乖哦，您打也没关系，骂也没关系。我说我不会打，这么大了还打，我会用什么锁匠哦，也听到他讲了讲讲的。那么你这语言来对我发一个体会，啊，就是讲，在咱无分别心的过程内底，咱才有法度心量讲大，才有法度人改观我这件代志哦。所以咱罗坛主呢，伊嘛讲。江妈妈，你真正吼、哦，迄、那个人讲要爱心满满的对啦。你若无爱心满满，其实咱毋敢做这件代志。因为这开始比较后摆，这囡仔伊四天内底在咱台湾的这个医院，所以伫遮咱当了是来讲，咱今日吼、哦、要来学习这个，伫这学习的这个过程内底，咱要如何来真正心量公待。心量公待，安尼用了，咱才有法度真正了了分明，哦，了了分明，伊即一切起来自立，无地来，就法度人来做这个工作。那么这也就是咱的妙智慧。那么妙智慧，其实小会当做一件足小的代志，哦，伊甲我讲，舅妈妈，我们是一贯道，对不对？我说对，我们是一贯道的道亲哦，我们是因道而亲。江妈妈今日在做你的监护人，伊讲吼，伊遐风妈就是伫岛上当中，伊个无伦社诶叫做风妈。那么这风妈呢，伊个妹妹，毋知妹妹是做哪哪一贯道的道亲，啊也是亲口的。因为我甲伊讲，你若来住阮岛也好，来住阮堂也好，你袂使买车，你要叫，因为伊也真高。我你袂使买车诶，个物件你要叫。我袂使食薰哦，袂使啉酒哦。我迄规定，咱是甲讲讲，毋通到时吼，伊做咧，咱才伫咧甲伊讲的时阵，伊就想讲讲先避而后兵。那么伫这医院内底，伊讲毋去啊，但是去因兜吼，爱坐甲足好势，连蚊子都不可以打吼。他还表演给我看，说咬第一次的时候让他咬，啊没有咬，吃没有没吃饱，来第一次、第二次再让他咬。哦，我说真的还是假的？真的那个。阿姨教我要这样，要第三次才可以把它拨开。哦，慈悲哦，真的很慈悲。那刚请假，哎呀，我讲哪温氏港见妈妈咬第一次，我马上把它拨开，我不会打它，但是我会拨开它。因为如果你遇到内轮怎么办？哦，这头一看一样大家呢，伊讲第一间互伊教，第二间又互伊教，我第三间又来归。这个乖虫的天性。真的太慈悲了吼，所以你这个一年内底，我拢感觉讲，真正体证太知影讲，哦，咱的心量广大，而且一年是啥物所在哈？好来，第二段讲，先知先一切观世理，该种子性与心，不种未种。各位前些，咱这句子会使讲非常简单，经文非常简单，啊，就是咱本自具足的法界妙智慧呢，是来咱的自性。心，所以万法由心生，万法由心灭，不是为后壁来的。但是后壁会有咱什么经验，一切的经，一切的因缘，是对后壁来的，对外口来的哦。但
是咱的地位是咱心怀，啊，莫测用意，就是讲唔茫用到的。咱伫开宗明义就普地自性，本自清净，但用初心得了心佛。哦，伊讲但用就是讲，你爱用到咱的妙地位，唔茫测用，唔茫用错。哦，所以呢，而且嘛，甲咱讲，莫测用意，就是你袂使测用到你的心意性。一定要用你的法界自性所生发的智慧，才有法度啦，真正显到在咱的智慧，伊这普照的三观五常五弘法地的所有所有的行为，这叫做真性自用。所以伫这一段的用点呢，快体会啊，就是讲真性自用。那么来到这真性自用，其实伊甲咱讲，咱普照的妙地位对咱自性而生不穷慧智。咱众生在性缘无较侪，在咱凡夫无较减的因缘内底，咱普照妙地位。但是呢，咱安怎？咱不能妙用。咱众生就是不能妙用，伊当永远是为众生。你本自普照的妙地位，咱无法度甲伊妙用。但是咱要安怎才有法度甲妙用？各位先生，除了透过学习、透过参悟、透过修法，比如讲啊，咱透过度人的时阵呢，你透过度真正用到咱的妙地位呢。各位先生，咱今日去到，像我去到澎湖度人，迄种迄落一个所在，拄啊四号还是三号，啊，拢念一块一块啊。因即阵哦，的生活哦，像咱以前饲鸡啊、饲鸭去饲。迄鸡仔啊，迄条路啊，咧伫咧头前咧行，啊咧行，啊来看袂就是山谷，啊等下要去隔壁吼，就爱去爬山过岭，爬去才去隔壁。我家的隔壁在那一方，所以哦，反正是头够大呢。啊讲，就讲代表较袂错，其实是减三步路对，但是日头吼好，咧透中头我起来出去拍个，拍到够甜哦。可是伊遐较袂流汗，为啥较袂流汗？因为遐个空气较干燥，哦，啊咱遮湿气，所以我倒来拢一直变汗嘞。吼，我讲啊，那安尼伫遐十几天拢无感觉流足济汗，倒来到遮汗真正，迄阿妈滚下一条筋啊，甲会保护淡薄。嗯。所以呢，伫遮互咱了解讲，对自身起用，那么何况去度人的过程内底，你欲如何展现你的妙笔？人讲佛有三不动，无眠的不动，无心的不动，无观的不动。那么来去邀请伊来祈福开智慧的时阵呢，咱有一个先生伊讲了两样，就是咱迄个影响性细坑的啦，康先生，先生嘛姓康，阿爷太太嘛姓康，全部生出来的孩子都姓康。所以吼，奇怪，康太太爱去生啥，苏青去生啥，我嘛生康。啊，所以伊安尼先生也生康，啊，咱中国人不是共生会使结婚吗？但是伊有讲，迄个血缘若较近的袂使结婚，比如讲姑表袂使结婚，啊，若是共宗的哦，因为肥水不流不落外人田的拢，因为其实呢，我安尼甲想啦，我教阮阿叔组长安尼，暗时啊倒的两个安尼想。为什么哦？因拢骗肥水不落外人田，也无甲查某囡仔提出来，也无甲查甫，查甫也无甲外口娶入来。伊讲，那外口城市泉州市的小姐上面嫁入去迄个风高岭个，迄真正足超的。哎，你就讲是有去过，你有机会吗？你有去打去无？你有惊无？我安尼较有胆魄，我就无胆魄，我无咧惊死。因为吼，搁去迄个啥阿金刀，我比较遐金刀，啊，你用剑。阮坐车穿起哩呢，阮今仔用用安尼话话，扛一个好汉吼，惊一个，人讲话讲拼手骨，啊用真侪力气是用惊，我真正想袂着。哦，啊我甲阿祖组长安尼想，伊讲吼，你饲嘞囡仔啥物过来，只要我草地，但是因用的器具哦，甲因的厝拢做先进的，哦，因的厨房用具啦吼，甲因的装潢啦拢真先进。只是呢，真正有够无聊的啦！迄要出面就去开有够远的，啊要去到隔壁就去行有够远的。
迄个阿金，我讲阿金，啊，为什么阮开车从遮有理由行行来到遮？伊讲吼，我含脚踏车就唔通去，因为吼，你若落行较粗吼，向路徛无好，拽出来就连落去啊。后尾阿金吼，迄个秀唇讲伊唔通去脚踏车，我讲安尼你变哪出门？伊讲无啊，对于我先生要载我出去买菜啊，还是出去买物件，啊无讲伫厝。耐得住寂寞，我讲哦，啊这阿金嘛，你真正耐得住寂寞，伊讲要不然怎么办？哦，我讲那我哦，我著家己学汽车，学电动车，看要去地方做自由的，啥物往回倒厝里，伊讲伊惊你有破哦，所以各位亲亲，而且也是讲，恁今日咱来看这苗栗位，变啊真正真善自由。就是你遇到代志的时阵，你要如何真正吼心配无定？啊，所以隔壁咱一个刚天生伊就讲，阿朱组长，阮叫阿朱组长摕命去外孙仔食。吼，阿朱组长讲，行啊，迄个刚天生过来拜拜吼，啊来祈福开智慧。伊讲吼，啊我若去拜拜，敢会捡到钱啦？多钱钱？伊要拜拜是要捡到钱啊？我甲讲。我怎啊？阿祖阿公，有啊，不一定啊。你若有福报吼，无定咧徛出去喏。明仔载恁遐要拜拜吼，后日啊，恁遐要拜拜吼，你着捡着钱啊。伊讲，啊，若有有影吼，我会捡着钱，我才来拜拜。啊，恁哩，恁后早过来，我才来拜拜。我若捡着钱，我讲，我着，我着讲，啊，你阿来拜拜，你着想要捡着钱。好，安尼你心足大咧。伊着讲吼，免拜啊，免拜啊，不拢平顶尔。有拜有拜嘛，保庇无拜嘛，保庇啦。我讲无唔对，佛是平等心哦。无分你有来拜无来拜，拢甲你保庇。但是人讲有拜，佫较更加保庇。来开智慧了，你才有法度去体会。哦，咱今日有一个真诶，佮有一个假。咱对对来，心从何来，心从何去，灵归何处？佮我前面说伊听无？伊讲伊讲这我听无，因为伊无神论。伊无因果观，但是呢，伫遮吼，我讲到这根基做得有耶。你若真正根基深厚啦，真正啊，无拜天无闻鬼个哦，鬼个涂骹，我甲讲，啊，咱各位姐妹，咱把迄个心性提出来，跪伫这涂骹，就当来拜拜啊，因为无提遐一拜点来，咱个十外个安尼跪个吼，啊，开始拜，有个小朋友拜到到高水个，这种无人敢是根基啦，而且佫有一个。我咧下底人讲，依靠再靠，伊嘛对依靠再靠，第一位、第二位，真正有够古锥的。我拢感受讲，这小朋友也恰住之心吼，拢伫这个时阵显得出来。那么各位姐妹，咱着做慧眼大师来甲咱讲，一切法界伫该从自性而生，不从外就。可是无下，感受讲，其实咱要自性能够生智慧、生发智慧，爱透过学习。透过学习，你才有法度去拿呢。哦，啥物叫做佛的正理正见？啥物是咱众生的善理善见？哦，这是无法度对外口恶来，哦，无法度对外口恶来，所以伊叫咱爱佛。